大家好，今天我带大家吃一档位于槟城 IA 一档巴沙，经营了超过75年，而且还刚刚入选为米其林美食指南的暹罗姐妹咖喱面。暹罗姐妹咖喱面，所谓的姐妹，现在因年事已高，其实生意已经交由他们的孙女来打理了，但是他们的食物啊，保持一样的味道，没有改变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客户啊还是源源不绝的。他们的店面虽然没有非常的华丽，但是他们的食物可还是天天用心的制作，天天用心的熬煮哦。店家每一天早上都是凌晨摸黑起床，要熬咖喱汤，要炒辣椒鱿鱼，还要准备各种各样的食材啊。另外他们的咖喱汤汁还是用炭炉来熬煮的，这当然也给了咖喱面另外一番风味哦。看看这碗咖喱面，它没有奢华的配料，也没有特别的摆设，就是简单的鱿鱼、豆芽菜、猪红、豆腐薄和一小撮红色三八酱，但却让人吃出浓浓的传统风味。哇哦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现在大家不需要驱车远行，也不需要等到老板开档，更不需要大热天下排队购买这美味的暹罗姐妹咖喱面的，只要到我们 GoTasty 的网站下单，就可以送到你们的家门口哦！快来下单吧！